买了一个这个软包的菠萝蜜，不叫软包，叫湿包，湿包的菠萝蜜应该是熟了哈，我摸着已经很软了，切开看一下。上次买了一个熟透了的，这个应该好一些。天啊塞，哇塞，哎呦我天，哇塞，这个好多肉啊，看，但是没有那么黏，感觉。嗯，挺甜的。真挺甜的。这个能不能吃啊？就里边这个东西啊，没有那么甜，但是是不是能吃的？我这是第二次吃菠萝蜜，长这么大，有点苦，好像不能吃。这个里边这个肉特别多，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榴莲蜜合适很多。榴莲蜜，我上次买的那个榴莲蜜是我买的不好还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就肉可少了。